我跟你讲哦，我等一下就秘伫咧遐。啊，英俊男来以后，你就问伊，迄天暗时恁两个人意外困做伙的代志，嗯，必须给你一个交代。嗯，若是跟我定亲，讲一句迄暝失的，你就摕一支小汤匙，等伫咧桌仔骹，我就会马上冲出来替你撑腰，了解无？了解。啊，不过小可，我即马足紧张的呢。若是等一下英俊男来的时阵，我应该用什么款的表情甲伊讲话啊？我是应该装酷，还是应该热情如火，还是应该性感妩媚，还是应该装萌可爱？你着装酷好啊！装酷哦，嗯，装酷是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加油哦，加油！啊，伊来啊！你来呀！宝拉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讲啊。昨暗我想几暝，我认为你一个查某囡仔对我单方面的付出，对你实在是过不公平啊。哪会安尼？我讲小可多写剧本，就毋是安尼啊。所以，我袂阁想骗。所以，你打算要怎处理我甲你的感情？我决定要跟你交往。啊，过去的，双双对，你在哪里？孤单的。你打算要怎处理我跟你的感情？我决定要跟你交往。你讲啥？我是真心诚意要跟你交往的。你敢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我反对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敢安尼对待宝娜，我绝对头前袂放你出来。小可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小可，你袂当反对。宝娜，你放心，有我这个好朋友来替你做主啦。我不是听我讲啦，还有你别搁甲我动啊！我真正是忍袂住，英俊啊，你哪会当这么无负责任啊？你害宝娜对你动心，你煞拍拍屁股做你走啊？小可不是安尼啦，哎呦，你莫跟我动啊！你哪会当安尼对待宝娜？你到底是甲宝娜做些啥？我跟你讲啊，宝娜滚！我愿意，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，跟你交往。宝娜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伊唔是拒绝你啊？小可，你误会啊！我是问宝娜，敢有愿意要跟我交往？宝娜，你当初我讲的，敢是认真的？宝娜，那呢？你认为我是什么款的查甫人？你对我来讲是一个有法度甲粗人放袂记一个痴情男子汉。所以你才会介意我对吗？因为你真正交往的拢是渣男，因干那会晓伤害你，所以你就认为交往一个痴情的男子汉就袂去伤害你啊，对吗？我想应该是安尼啊。也毋过，现实是真残忍的。无你靠甲我这款痴情的查甫人做伙，会乎你的伤害搁较大。你搁想要骗我？我怎会相信你？对吧？
人一做伙，就把我当作是盆栽出走啊！哎，有异性没人性。林俊男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倒啊？林俊男，到啊！到啊！你带我来这是要创啥？刚刚这是当初小倩出意外的所在。当初，那不是我知道，小倩伊就袂发生代志。伊敢知影我是安怎会知道？而且小倩打电话给我提醒的时阵，我搁对伊大细声。你讲，我是不是非常的可恶？咱像我脾气这么歹，这么无节制的查甫人，你敢愿意跟我讲？是啊，好啦，好啊啦，你莫搁责备你家己啊！小倩意外也毋是你造成的啊，俊男，你是普通人，你毋是超级英雄，你无法阻止某件意外发生。我相信小倩也袂怪你的。但是我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无法度将小倩放回去。时间越久，小倩的梦游伫我心肝内，就愈来愈清楚。我甲伊做过每一件代志，我拢记掉着。安尼，你敢有法度忍受？你敢有法度忍受？我伫你的身躯边的时阵，拢伫咧怀念过去。我知影你无法度阻止你家己想小倩，因为你有你家己的故事。啊，毋过我嘛当制造属于咱两个人家己的回忆啊。只要咱把回忆放伫起你头壳内底，豆豆啊，就咱把过去的代志。可能你的心肝内，搁较深的所在，还敢不是？王啊，你想怎要安尼吞吞？你袂感觉足辛苦的吗？袂啊，为了要追求我的真爱，我愿意把苦当作是食补。那呢，咱来拍一个爱情的契约，予你做甲方，随时会当终止这个合约，安怎？好啊，互怕互。啊，唔过我不想要做甲方，我要做女方，予你这个男方对我虎之灵